早上做一个很奇怪的造型。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交通工具去吃，他应该不懂会做什么工具，所以他在拍这条河。这条河的那个波浪超大，船来啦！哇，好快哦！会被喷到吗 ？Oh my, oh my, oh my！我们现在要坐船去吃东西。可以上啊？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上啊，应该是可以吧。Thank you。这个公共的船，然后比我想象的更刺激一点，然后它的水会这样喷上来，可是它旁边有那个透明的布围住，所以就不会喷到。我们本来要一路走去吃那个法图南的那个水焖鸡饭，刚好给他看到泰国第一猪手饭，然后就想还要 try， 就我们就坐在这边。嗯，猪手饭不知道好不好？来啦来啦！这样走错了，这里才是法图南码头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这么难找？跟地图上显示的就是不一样地方。我们到 Happy New Market， 很热哦。这边感觉就是比较容易看东西，因为刚刚那Paduna Market 真的是太多东西看，所以看不到要买什么。我觉得这边反而会更好，可是它价钱会比较贵一点点。现在要继续买啦，我们等一下见。我男朋友就是买了一双鞋，他讲特别好穿，然后100baht而已，他讲还要介绍给你们，所以你们看吧。他买了这个鞋子，然后配了他一个很可爱的袜子，100baht而已，在这里 Room 3 4楼电梯一上来就到了，在这里。我们走完了 Happy Man 跟 法图南，我现在已经超累，我脚要断了。刚买了这件外套，有点漂亮。就把它买起来啊，200baht。然后现在呢，准备要去 Big C 买零食。我们在 Big C 了，买了很多 Lay's 小包的，这样就可以分给朋友。然后还有 banana 的 pocky， 买超多的。现在我们在 Big C 的最楼下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卖背的，然后你跟他们买背，他们就是免费帮你刻字，而且他的背很便宜。像我们买了两个背，是100baht，然后还免费刻字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可以来这边看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美美的。我们在这个启动 station， 然后买了 Rebecca， 现在我们要回去我们的住宿啦。我们刚刚回到我们的 hotel， 然后放了东西去洗一下，现在要出来，我们要去到卧佛寺附近吃东西，然后再去卧佛寺那边参观一下。所以现在在 Great Car 的车上。叫一个这个，叫他们推荐的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。
们的午餐已经三，现在几点啊？三点啊？要三点半。已经要三点半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卧佛寺。刚刚那个餐厅，我不是很敢在里面讲话，不过里面的环境我觉得还蛮好的，然后东西也不会太贵。如果你们有在这里附近，就是卧佛寺蛋黄宫附近的话，就是可以去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在卧佛寺啦，这里可以买那个入门票，入门票是每一个人100巴，然后有 free 一个矿泉水，然后女孩子和男孩子都要注意，就是不可以穿短裤或者无袖，不然你们要就是额外买那个围裙，因为他们不会让你进去，就是一定要穿长裤，没有的话就像他们这样被拒绝。